你怎么进来的？密码六个零很容易猜。哎，你知不知道你就这么进来，很危险的。危险？为什么危险？你中了什么机关吗？我危险？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我突然带个女孩进来，我这样看到你，我多尴尬？女孩？你？我就是打个比方啊。 说正事儿吧，看来今天又碰到他了是吧？刘志林电脑里头那些东西到底谁发的？哦，那个我不知道，估计是哪个开发软件的什么 APP， 你知道吗？装！你天天在跟他在一块儿，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哥。你天天跟他在一块儿，他遇到了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没有，你先别着急，咱们冷静的啊。你们冷静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前几天还没有，就是去香港这几天，他到底去香港干什么，处理什么事情，遇到了谁？嗯，你先冷静啊。哎，你也不想想看，牛志林是个怎样的人，你比我更加清楚啊。我当然清楚，我也不是不相信牛志林。现在就是外头有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追求者，他们就喜欢牛志林这样。 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现在，你现在的智商才是急剧下降。如你所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你以为他们可以降得住牛志灵吗？能降得住他的，最起码得是匹狼。不不不，狼都不行，那得是头霸王龙。霸王龙是谁？可不就是你喽？来呀，龙哥。二号。 安，你吃好了啊！啊，我去上班了啊。志玲啊，不要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你今天就去找恒基，把一些都告诉他吧。嗯，您放心吧，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我已经想好了该怎么跟他说。哎，那就好，那就好，那我走了啊。哎，路上慢点啊。嗯。 哎，我之前留在这儿的衣服呢？啊，我送到那个国际大牌连锁店里面去洗了，还没拿回来。哎，你那天拿走我的衣服不也没还回来？没还给你？啊？不可能，要不就在洗衣店里头。你看看你，没个女人打理你是不行。哎，不是叫你去补货吗？该补货了。我哪有钱呢，老板？您那施舍点。 昨天晚上的事儿啊，你放心，我会跟志玲姐说的。不差啊。哎，怎么今天没做早饭呢？什么也没有，冰箱里头。补货。哦。哎。喂，大旺姐，你能不能请你帮我跟我哥说一下，就说我已经到了，一切都好。你为什么自己不告诉他？他太啰嗦了。 每一次我给他发消息，他都东打听西打听，问很多又嘱咐很多，太烦了。行，我帮你转达。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谢谢嫂子。什么嫂子？哪那么快？没有那么快。那就是已经开始了。你要是再这么贫，我就不帮你转达了。你哥这儿呢？我可以帮你说。 但是妈妈和姥姥那边，你还是每天都要发信息的，别让他们担心，知道吗？你还嘴硬，你看你现在说话的语气，跟我哥一模一样。去，拜拜。Hello。哎，今天要我送你上班吗？你下次要接单呀，你就早点。我现在已经在出租车上了。
还有啊，你妹妹让我转达，她已经到了，让你放心。她现在都不直接跟我说了，要你转告。啊，咱俩问了同样的问题。嗯，你呀就别操心了啊，有的时候你过多的关心会变成别人的压力。哎，这样就被他嫌弃了。行吧，那你帮我转告他，每天要跟姑姑和奶奶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好吧？咱俩果然说了一样的话。拜拜。林总，林总，怎么了？怎么了？林总，我刚到公司，就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说他刚到学校，你就开始呕吐发烧，而且他还全身抽搐了。那孩子现在在哪？学校说把他送到儿童医院去了。让司机备车，如果有文件需要签字的，实在等不了的，送到医院来。您放心吧。到了学校开始呕吐，那早上的时候都没有发现他不对劲吗？早上孩子是不舒服来着，我也给他吃了药了，但是我也没办法呀，我又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家里又没人带他，而且我还得上班呢嘛。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打电话给小琴请假，照顾孩子要紧了。哎，儿童医院，明白。找车少的路线，尽量快点。好的，李总。陈律师，今天怎么没开车呀？啊，晚上有个活动。哎，你们律所的廖旺最近可火了啊，都上电视了。啊，他一个律师又不是演员，上电视火了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可不是啊，你们关主任在官网上让他代表官市为弱势群体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看这个样子，你们这个廖旺啊，将要成为你们官市的门面了。就是啊，啊，这也是我们关主任的营销策略。他一个新律师能给人提供什么援助？我们律所要都靠他支撑门面，那我们还混不混了？是。哎，上次我不是听你说他跟志鹏的老板关系可不一般啊，这是榜上金主，为他铺路呢。嘘，这事儿可说不准，这丫头鬼精鬼精的，就因为他跟李恒基这层关系啊，他在我们主任眼里也是香饽饽，我都不敢惹他。现在这小姑娘真的会耍手段，就像我们这辈儿想都不敢想的。是的呀，得意是暂时的，走这种捷径迟早要倒霉的。关青年，你在哪儿？快给我出来！哎呦，姑娘，您找关主任，他今天来不来也不知道呢。哼，要是不出来，我就走了。您看这么多人等着上班呢，您就别在这闹了。女士你好，你要找关主任有什么事儿吗？啊，我是来投诉的，我找关青年投诉廖旺的。我就是关市律所的，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说。那你管得了廖旺吗？我也算是他领导吧。啊，那正好，我是来投诉他的，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吧？要不咱们先到楼上去说。啊，哎，不用上去说，就在这里说嘛，让我们也听听是怎么回事儿啊。对呀。女士，那个，你有什么要投诉廖旺的呢？那，是这样的。我有问题想向廖旺律师求助，他不但拒绝了我，而且态度还特别的冷淡。我在网上听说廖旺律师会无偿帮助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这不是骗人的吗？小姑娘哪有什么无偿援助啊，你也太单纯了吧。可是网上是这么说的嘛。那人家律师不要赚钱的。女士你一定是误会了，我们律所呢是不会骗人的，廖旺的个人态度呢，请不要上升到对我们律所的质疑。哎，对不起，让一让啊，主任来了。哎，关主任。哎，哎，你就是关青年吧？哎，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的。他有案子要找廖旺，廖旺没有任何理由就拒绝了他，这态度很冷淡。不
仅仅是很冷淡，态度非常非常傲慢的。做律师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就是看不起我啊？你们律所不是说会无偿帮助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吗？那新郎不就骗人的了吗？要不还是跟我到律所，讲一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廖王他说话不算话，你现在把我叫上去，是不是要包庇廖王，然后敷衍我呀？怎么会呢？如果你真有法律上的问题需要帮助，律所会无偿帮助你的。来，你贵姓？我姓韩。你叫菲菲。啊，好，请。你怎么会让他在这个地方？喂，您好，志恒地产李恒基办公室，请问您哪位？小钱吧。是林姐。哎，陈林姐，你怎么会打这电话呀？哦，那个李总还没来公司吗？啊，李总啊，他去儿童医院了。儿童医院？不是，那个陈林姐，我想去儿童医院，我这不是感冒了吗？想去看看。那个李总他是有事儿出去了，他马上就回来。志玲姐，你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我帮你转告他。啊，没事儿啊，我待会儿自己找他就行了。行，哎，那好嘞，志玲姐，就这样。完了，我不会是闯祸了吧？哎，你怎么可以把事情做成这样啊？我拒绝的时候很委婉的。这叫委婉吗？并不是他说的冷漠。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是因为涉及到咱们公司的一个商业机密。什么商业机密啊？你知道菲菲要告的人是谁吗？是他现在在的公司恒达物业。什么？恒达物业是志恒地产底下的子公司，只不过今年呢，志恒地产资金有点短缺，所以就把恒达物业给卖出去了。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是，他已经脱离了志恒地产，可是，在大多数人的认知当中，恒达物业仍然是志恒地产的子公司嘛。说的就是，哎，咱们先抛开这层关系，咱们不谈啊。你知道，我发现这个菲菲她来找我，她压根不是让咱们律所去帮她打官司，她是想上那个好好说话的节目，声讨她的无良老板。你说她能接吗？啊！哎呦喂，那这事儿不怪你。我躲着他呀，就是因为我发现菲菲啊，真的是一个步步紧要、上纲上线、不怕把事儿闹大的。哎呀，小刘，看来我得跟李总通个气儿。如果他同意啊，那这个案子还必须要暂时接下来。啊，那菲菲的投诉，整个大楼都知道了。如果我们不接下这个案子，那所谓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宣传，那不再打自己脸了。
喂，志林啊，哎，你跟恒基说了没有啊？可能我没有机会跟恒基说了。为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我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在儿童医院给一个孩子看病呢。不可能，恒基可不是这样的人。志玲啊，这件事可不能瞎想啊，咱们必须搞清楚了再说。你别劝我了，我知道。可能我跟他的缘分真的尽了。我没事，放心吧。我一会儿啊还去上班呢。志玲，志玲，哎，你听妈说，志玲。浩儿，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不是应该在电梯门口等着跟我汇报案子吗？哎呦，这不是谢家的案子，咱刚录完，我得跟后期啊。后期要跟，案子也要尽快找。嗯，谢谢。来，准备好了这几个案子，你看一下吧。但我还没来得及整理呢啊。你能不能每次不要找这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事儿啊？找点大的呀。难搞一点的那种，啊，是不是最好还要涉及一些法律问题？然后这样呢，能让您跟廖律师你们啊，是吧？把你这个聪明劲儿放到工作上多好。有，这里边的案子全都是牵涉法律问题的，每一个案子都值得你跟廖律师共同仔细探讨的。好啊。那你把每一个案子做成独立的 PPT， 亲自去讲解给廖律师听，这样工作效率能快很多。我错了。您不要为难我，不是我有工作。为难你，我真是不要影响工作。也没有约谈，也没有定见。不是有没有约谈？我直接认识。您别为难我，你来吧，别为难我。不是，您让你进去，我肯定让你进去啊！我没有你，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就是给你，你别为难我好不好？你这个人啊，什么事啊？死脑筋。赵老师，这个人非要把这束花转交给牛总监，我问他是不是粉丝，粉丝的礼物统一都放在传达室的，不送进去。可以了，去忙吧，啊。花呢，我可以给你带给牛总监啊，谢谢啊。这花千万别冻坏了，尤其是那个卡片。啊，放心吧。哎，你贵姓啊？你把花送给他，他就知道是谁送的了。谢谢啊。哎哎哎，刚才忘了问了，您怎么称呼啊？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应该知道您是谁吗？算了算了，走吧啊！花儿千万别弄坏了，尤其是那个卡片，谢谢啊。光啊，挺帅的。廖律师，你对这儿挺熟的吧？你觉得是阳光帅，还是赵丽帅？你当面问这个问题啊？那肯定是当谁的面谁帅喽。廖律师，既然人家先问你问题了，对吧？你就。还是要正面回答一下。我从来都没觉得阳光老师帅过。好，我们现在谈一谈。那非要跟赵丽比的话，那我们阳光老师可帅爆了。你说说吧，
今天的来意是什么？我怕说不好。要不，廖律师你说吧。廖律师，你要用这本来能清晰点。这位是菲菲，是恒达物业新入职的工作人员。恒达物业，那也就是志恒地产旗下的。是志恒地产旗下的子公司，但是年初的时候已经售出了。是，李恒基是卖了不少东西，可是不存在利益冲突啊。即便是子公司，他也有独立法人的资格。事情的起因呢，是甜水小区两套房子装修的事情。进来。姐。哟，今天不送干果，改送鲜花了。季姐，我要是送花，可能是这种路边花店的水准了啊。这花呀，是门口一个小帅哥送的。姐，没想到你对小鲜肉也有兴趣啊。想多了，一个普通朋友而已，小朋友嘛，喜欢开玩笑。还有别的事吗？哦，一是来送花，二是来请安。两样我都收到了，下午不是还有节目要录制吗？快去忙吧。我真想知道这张卡片的写的是什么。那我走了。这就是甜水小区装修的两家房，一梯两户，雷家刘家，一个301，一个302。雷家呢，在收到房之后就开始装修了，而刘家一直都没有装修。两个月之后，刘家回来了，发现自己的房子被装了，发现是装修队搞错了，雷家装修了刘家的房。我有一个小问题啊。你问。那个两套户型是不是完全一样？从楼道里看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302比301的朝向好，没有西晒。哦，也就是说302更好一些。可以这么说。啊，廖律师，继续。雷家觉得呢，我帮刘家已经装修了基础，那你应该把这笔钱给我。而刘家觉得我没有让你帮我装修啊，他要求雷家将房子恢复成原样，还要赔偿我相应的钱。现在两家打得不可开交了。这两家完全没有扯皮的必要啊，这完全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啊，得找物业公司啊。所以说他们两家现在最后认定就是物业的管理纰漏。物业不仅装错了门牌号，这个装修队去物业取钥匙的时候呢，物业的管理人员也就是这位菲菲把钥匙还给错了。我没有给错，我就是按照墙上挂钥匙的号码拿的呀。你先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完。现在两家一致认为这件事情完全是恒达物业自己管理的纰漏而造成的，所以准备起诉恒达物业。但是物业呢就觉得这件事情跟自己没关系，他们在推卸责任。另外呢说这件事情主要责任人就是菲菲，让他承担一部分的赔偿。所以菲菲对于这个处理结果非常不满意，就找到了你。是啊，我不是太冤了吗？我觉得我的公司就是想甩锅，看我是新来的，好欺负。那廖律师，你怎么想到今天把菲菲带到我这里来了？这个要问他本人了。我觉得吧，打官司太辛苦了，然后我还听说要什么律师费、诉讼费什么的，可是我又没什么钱。前两天我看到廖凤姐和阳光哥主持的节目，我就特别喜欢你们，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不能参加好好说话节目呢？这样还能让大家评评理，给我自己讨个说法呀。
菲菲啊，你的情况我们大致了解了。啊，这样，你跟我们这位丁导演啊，到隔壁去登记一下。之后什么时候再安排，我们会电话通知你。请这边过来了。等等，请问这个节目你们真的会做吗？我们之前还有很多前期的工作需要做。阳光哥，我知道你们这个节目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之前我听关氏律所说，廖旺姐她还帮助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你们不是只是嘴上说说，到时候还是会和大公司站在一起，来欺负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吧？那个，听我说啊，正是因为我们是一档电视栏目，我们要面对的是公众，所以我们更要负责任。今天你说的很好，但只不过是一面之词。我们前期还有很多走访和调查的工作需要去做，希望你能谅解。真怎么样？带他去。哎呀，这真是个好案子！来来来，跟我走，这边请，这边请。哈，好案子。啊哈哈哈哈。哎呀，我跟律所也是被逼上梁山了。所以才把他带到你这儿来。要是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回去跟关主任说一下，看看怎么拒绝他。不为难。菲菲啊，一看他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如果我们不接这个案子，那就真的是如他所说，我们是站在大公司的立场，不考虑老百姓的诉求。如果再让他们知道我们牛总监就是老板娘的话，那我们真的是有理都说不清了。对呀。公司和职员之间发生纠纷，业主和物业之间发生纠纷，作为老百姓，他们更愿意站在弱者的方向去考虑。这也就是我们律所迫于无奈接下这个案子的原因。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你这次会选择想放弃？按照以往的话，你一般会对像菲菲这样子的委托人施以援手的。哎呀，自从节目播出以后，我的邮箱都已经炸了。每天收到各种咨询的人，各种案件，我根本忙不过来。其实之前我已经拒绝他了，他还是没完没了给我发。今天好了，到我们律所去投诉我去了。你是从一开始就有考虑到这件事情会对李恒基的影响是吗？李总是我们律所重要的客户，我为他着想是应该的。谢谢你。谢我干嘛？我可不是因为你和李总的关系，我是因为工作。这件事跟我本身就没有关系。李恒基现在什么态度？他说身正不怕影子斜，随便别人怎么说他无所谓。好酷，他一直是这样。那另外两家呢？那两家业主现在什么态度？那两家觉得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因为大公司为了平息舆论会提高价码，赔偿的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同意上好好说话的节目。现在最尴尬的就是物业了，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又不想赔钱。所以说现在即使恒达物业想要赔偿菲菲，也不可能答应。菲菲就是想来上节目，所以恒达物业也得硬着头皮来。我觉得这个案子非常好啊，因为现在装修问题呢是社会热点，再加上一个职场新人跟公司之间产生了矛盾，如果我们好好去做一下的话，我觉得很有东西可以挖。只不过这个案子的前期工作确实是任务量挺多的，我们这边人手不够，很需要你的帮忙啊。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的。我记得你昨天晚上好像约了我，今天晚上吃什么？终于说到正题了，我还没想好，先好好工作了。那我等你电话啊。老板，多少钱？哎，多少钱？根据这个房产的购买时间，它属于你父亲。这期节目好看，
这俩老头加一老太太，去世以后连带着一屋子孩子，嘿，闹得这个热闹。和您父亲共同拥有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阳光边上怎么做了个女的？啊，这是节目新增加了一个法律顾问。别说这个小女孩啊，真能说，和这阳光你一言我一语的，配合的还真挺好。你说说你的想法吧。哎，一共五十，哎，还要不要了？怎么了？冷啊？一点也不冷啊。就知道发微信保平安是没用的。喂，妈。晶晶啊。是不是不放心啊？来，我跟你视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好好的。不能视频，我现在在外边呢。妈，出什么事儿了？晶晶，我刚才在电视上看到你哥的节目了，他旁边怎么坐着那个女律师啊？什么女律师啊？哎呀，你还不知道吧？就是那个张文派来跟咱们要房子的女律师，她怎么上你哥的那个节目了呢？我哥节目上有一个律师，不挺正常的吗？不，这不正常，天底下律师多了去了，怎么偏偏是他呢？那怎么办？那巧了呗。这不是巧。我觉得这要出大事儿了。按正常来说，你哥是不可能让那个女律师坐在他边上主持节目的。会不会是那个张文派来的，故意接近你哥，让你哥最后把房子交出来给张文啊？妈，人家是有遗嘱的，真打官司咱们房子就得让。人张文算不着是什么。对，师哥，最近志玲姐没什么事吧？嗯，怎么这么问？啊，我今天有帮一个帅哥给志玲姐带一束花。我说你们两个大男人，能不能别这么八卦？不是八卦，你看今天师哥难得那么高兴，随便聊聊天吧，啊。你这个是设计啊？来了。哎呀，什么情况啊？你就不打算解释一下吗？我跟你解释得着吗？我不是说跟我解释啊，我跟李恒基啊。
我跟李恒基就更解释不着了。你忘了，我们俩都离婚了。香港认识的。别说那些没用的。哦，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哇，唱什么唱啊？说你的案子吧。上一期的案子涉险过关啊，下一期麻烦你们准备好了再录，不要再出现那种低级错误了。现在，恒达物业有一个和业主纠纷的案子，要不要做？恒达物业，是不是一听到跟志恒地产有关的，就不能不关心了？我不是在志恒地产还有一些股份没拿出来吗？嗯，我关心很正常啊。嗯，现在是这样，舆论呢肯定会站在业主那一方，绝对不会同情物业公司。如果我们要做，节目的火候一旦拿捏不好，将会对企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所以马上呢，我会让丁宁把所有的资料都拿给你看，做不做决定权在你。我们这档节目不就是为了解决纠纷吗？我还能挑当事人啊？我还公然徇私？公事公办呗。Yes。李恒基也这么说。你还有别的事儿吗？不是，我只是觉得我有必要表达一下我的态度。哎呀，我下手太重了。以后遇见这样的人，你就要该拦的拦，该阻止的阻止。陈律师。小六，电视台那边怎么说？同意菲菲上节目了吗？还在尽力，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哎呦，这事儿啊，你可得尽心办。菲菲这个人，他可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如果这事儿处理不好，真不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对，得哄着他，要不然也会影响我们的律所。说到这儿呀，我可要批评批评你了。来，你坐。像菲菲这样的人，你如果处理不好，那你就得向我们这种老同志求救啊。你这样不问也不管他，这么冷着他，你看这事儿闹大了吧？今天一大早就听说有人要投诉你，我一下就急了。你可是我带出来的，有人投诉你，那不就等于打我的脸吗？那我肯定要去跟他理论理论啊。没想到他这个人这么跋扈，还要把事情往大里闹。以后啊，这种事儿啊，一定要吸取教训。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一定要去谦虚求救。你不也是刚刚才转正吗？不要以为翅膀硬了可以飞了，你还早着呢。再怎么着，我也比你多吃两年干饭呢。我知道了。行吧，那这个事儿，既然已经到这个地步，就要把它好好办好，力争把这个不好的影响给挽救回来。我尽力。嗯，你办事儿我还是信得过的。哎，都看什么呢？手上工作没有了吗？艾米，廖律师辛苦一天了，你帮他倒杯咖啡吧。哦，不用了。你这么辛苦，你还总帮他加班，他给你服务应该的。应该的，廖律师，我给您手磨咖啡。这才像话。廖旺姐，你现在方便吗？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你多大的事儿啊？好，等会儿啊。